我叫王海鲜，现在的职业是一名空乘。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把成为零投诉空乘当作是自己的目标。各位女士，各位先生，接下来为您介绍应急出口的位置。本架飞机共有八个应急出口，分别位于客舱的前部、后部以及中部。哎呦，对不起，不好意思，先生。然而我一点也不想当空乘。这个才是真正的我。鑫哥，来了呀，我们来等你啊。小吴，来瓶酒。我过去吗，鑫哥？啊。你耳机也挺帅啊，哪儿买的？这可买不到，这是电竞比赛的冠军奖品。冠军奖品？啊，挺有意思。整一个。整一个。每当王海鑫说出这三个字的时候，不管什么方式，他都会达到目的的。看到了吧，他就是这样。羽城学院一年一度的毕业季大胃王挑战赛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欢迎各位同学踊跃报名。本赛季的奖品呀非常特殊，是我们独家设计的限量版 T 恤，全国仅此一件。好吃懒做，这不就是我吗？让开！嘿，等一下！他怎么了？吃太多撑着了吧？那他是怎么成为空乘的呢？马上你就知道了。晚霞，你说你还有三天就毕业了，你不好好找工作，你去参加什么大胃王比赛？你疯了吧？工作什么时候找不行啊？急什么？我打算去做空乘了，刚刚报名。空乘有啥意思？自己玩不好。你也就吃了你爸妈在国外的亏了，你没人管你是真不行。吃亏这是福报你。嗯，哎，不然那你找个男朋友呢？至少能照顾照顾你，是吧？找男朋友干嘛？我自己不好。帅哥！哎，帅！哦，thank you.
都说了又忘。谢谢。没事。这个是我的了。海鲜，太巧了，你知道吗？李尔居然跟我一样报名了宇辰航空的空乘。空乘？是啊。不过你这次目的可能达不到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一旦跟他通过了空乘面试，我们就要进行3个月的岗前培训，人家哪有空跟你谈恋爱？我要报名空乘。啥？我说我要当空乘。不是，你别闹了，你以为空乘想当就能当吗？空乘需要很多的培训，连微笑都要训练，你这能行吗？是这样吗？肖芝芝和李尔留下，其他人可以先出去了，谢谢。恭喜你们通过了面试，我们培训见吧。谢谢。接下来请大家各自展示一下微笑好吗？各位老师好，我叫蓝蕊。各位老师好，我叫王丽。我从小有一个蓝天梦，我的父母也希望我终有一天能够飞上蓝天。各位老师好，我叫王海鲜，我来这里就是来交朋友的。这个王海鲜我不同意。我觉得还挺好的，你看没看到他刚才的表现？他是公私不分明的，带着目的来的，他怎么能把工作做好？他很热情，很放松，可见抗压能力很强。你是这样认为的？嗯，应该给他个机会，让他试一试。可以，但是3个月培训期间，如果出了任何问题，我随时让他走人。马上就见着李二了。你好，那个，请问你也是在这培训的吗？是在二楼会议室吗？现在招工程就这么随意了吗？李二呢？不是，海鲜。我说你是不是太冲动了？你知道空乘是干什么的吗？我又不是来这儿当空乘的，搞定他我就撤了。不是，他都没跟你说一句话，你怎么确定他就是你喜欢的类型？我不确定啊，所以更要试试了。是不是在二楼？李二，来。嗨。李尔呢？确定是在这儿吗？是的，应该是。你们也是一组的吗？哎呦塞，我是肖芝芝。别挡我的。你好，我叫蓝蕊。喂，你好，我是肖芝芝。哇塞，我是肖。王丽，什么事就没了吧？大家过来一下。各位好，我是你们的乘务长严严，这次你们几个分到我的班上是你们的幸运。作为宇辰航空零投诉的记录保持者，我对你们的要求也是一样的，
希望你们能够成为零投诉的空乘人员。在为期三个月的培训后，你们将正式加入宇城航空。希望你们能够不忘初心，始终记得自己在蓝天上的使命。黄丽是吧？是，过来签一下名。好。哼，傻了吧？没想到还有分班吧？说不定李尔在别的培训基地。谁知道要分班呀？这可怎么办呀？报道，袁经理，陈经理说让我来一组。我知道了，归队吧。王海鲜，有船了。哦，哎呦，走吗？不走吗？啊，走吧，走走走。今天呢，已经带大家基本浏览了我们基地的架构。这是模拟机舱，虽然呢只是训练，但是一切都会按照真实飞行流程进行，确保我们未来的工作不出差错。大家听明白了吧？王海鲜，我今天说话的时候你一直在走神。你们每个人都要记住，乘务员是非常严肃的职业，我们的工作能力直接关系到每个乘客体验，甚至是人身安全，绝不允许有一丝的马虎和懈怠。既然来了这里，就把心收好了。大家先简单休息一下，把衣服换上，一会儿我们就正式开始今天的培训内容。这衣服还挺好看的。嗯，可以啊，挺好看的。是吗？我来这儿就是冲他来的，合着我来这儿当空乘啊？不是，你好歹装两天吧，你就这样冲上去，他能理你？说的也有道理。两天，我就装两天，用两天培养感情。你说的轻巧，就这个训练强度，你能撑一天就不错了。哼，我王海鲜是谁？这实训，太受不了了！你知道不简单了吧？痛死我！第一天，受不了了，装不了一点了。你干嘛去啊？拿下李二，先走。怎么拿？我不拿的，我不能出口再见了！啊！妈呀！谁呀？我能进去吗？王海鲜。当然可以啊！哎呦，我操！白天也没好好打招呼。哎，我是赵芝芝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
你洗漱完了？嗯。你怎么进来的？嗯，从门走进来的。肖芝芝呢？我有话问你。你说。我注意你很久了。谈恋爱吗？我觉得你长得很帅，想让你做我男朋友行吗？我真的注意你很久了，我就是因为你才来这儿的。王海鲜，你说你是因为他才来这儿的吗？王海鲜，你说你是因为他才来这儿的？是。袁经理，他是来找我借耳机的，我还在犹豫呢。是吗？嗯，是。王海鲜，你深更半夜打扰别人休息习惯要改，空乘的工作量每天都是很大的，很耗费精力的。一个良好的睡眠才能保证工作效率和质量，知道吗？嗯，知道了，我这就回去睡觉。对不起。你跟李尔昨晚被研磨。不是，严经理撞见了。啊，他本来就对你有意见，现在更要被针对了。我管他有没有意见呢，我又不是来这儿当空乘的。嗯，但我觉得吧，如果你要想搞定李尔，你总得花点时间吧。你要再继续这样搞下去，严肯定让你提前卷铺盖走人了。不是都说女追男隔层纱吗？我这隔啥呀？哎，现在的女孩啊，真是不矜持，刚见人一天就往人屋里钻，你说是吧？你说谁呢？说谁自己心里不清楚吗？原来当空乘是为了钓鱼啊！我就是来钓鱼的。鱼哥。哦不，鱼儿哥，你刚刚说要吃什么来着？哎，鱼儿哥，等我啊！哎，两边旅客，餐车经过，两边旅客请当心。这时候我们来取纸杯，纸杯呢要拿到下边的三分之一处，这样是为了方便乘客来从中部来接到这个杯子。王海鲜。你在笑什么？你来试一下。询问乘客需要喝什么？来，给你水。拿的不对。在哪？水。手的位置在哪里？在这儿。是在这儿倒水吗？我刚才说了，瓶盖要在哪里拧开？啊？下一个内容是告诉大家我们紧急出口的位置在哪里。我们一共分有四个舱门。你知道做什么吗？嗯，我刚才在讲什么？八个应急出口。你在跳广播体操吗？嗯，紧急出口的位置在这儿。这儿。哦，我一天天的遭的什么罪呀？高跟鞋，高跟鞋，我穿不了一点高跟鞋。你还好吗？我不好，我现在要去找李尔。哎，你别去了，你上次去就被严经理碰到了。那我什么时候去找他呀？白天一直在训练，我来这儿干嘛的？我来吃苦的。我不，总不能直接这样去找他吧？那我什么时候去找他呀？我告诉你，我王海鲜，当不了一点空乘。
你得讲究方法呀。根据羽城青年网大数据显示，这最受欢迎的女生大概分为高冷类、委婉类、性感类以及可爱类。哦，那我是什么类？你是个异类。这委婉类的女人啊，占比高达36.7%。我觉得你要想真的拿下李尔的话，你就得改变一下类型，点对点的去击破她。委婉类，嗯，委婉类怎么委婉？说话得有分寸感，不能太直白，然后你要让对方明白你的暗示就够了。暗示，我试试。来了，王海鲜，你又来了。哎呦呦呦呦呦呦！有什么事吗？你没事吗？我没事啊。你有事儿吧？没有啊。出去！你有事吗？其实也没有什么事儿，只是我有一个朋友，在大学毕业前一天，他对一个男孩一见钟情，从此我的那个朋友努力地进入到那个男生的世界里，每天叼着根筷子练习笑容，终于有一天，他站在了男生的面前，只为和那个男孩说一句：“我喜欢你。”你朋友的事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关系了。你这个朋友我认识吗？当然认识。你的朋友我为什么会认识？你现在不认识，以后也会认识。我为什么要认识他？认识不认识有那么重要吗？重要的不是现在在说那个女孩的故事吗？那个女孩对那个男孩那么好，就不能认识一下吗？啊，可是我不认识他呀。这个男孩是谁不重要，女孩是谁也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这个女孩对这个男孩特别的好。你说他们是不是应该特别的发生点特别的事儿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应该。男生和女生之间是不是要有一个咱们就是说爱情的大动作，谈恋爱？谈恋爱怎么谈？就是有一些过程，让他们可以有一些发展之类的。发展啊。所以说，那个女孩和那个男孩是不是应该有一些故事？什么故事？那个男生是不是应该接受那个女生？你昨晚干嘛去了？我中间睡醒一次都没见你回来。找李二聊天去了。不是，你昨晚上在他那儿待那么久，你们俩彻夜畅谈吗？哼，丹姐，能让一下吗？我想喝杯橙汁儿。嗨。李二、夏芝芝、王海鲜，你们昨天晚上几点睡的？2点。你呢，夏芝芝？啊？在正式培训期间，你们就是以这样的态度面对吗？今天你们三个人所有规定的动作，比别人多做一倍，听清楚了吗？清楚。
严经理，有件事我想跟您说一下。啊，你说。我确实犯错了，没有休息好，影响了今天的状态，我跟您道歉。丽儿，你是有什么困难吗？没有。好，有什么困难就告诉我。知道了。浪漫，哪有女人不爱浪漫？哪有男人不爱浪漫？温柔浪漫即是一切。冲。鱼哥。鱼儿哥，李儿哥，那个王海鲜他是不是对你有意思啊？没有。还没有？他天天跑这么频。我会去跟他讲清楚的。那女的那样，你敢跟他说清楚吗？这有什么不敢的，我也不怕他。在等我吗？哦，浪漫吗？嗯，来。今夜的月亮属于我们，一起赏月吧。外面太冷了吧？不怕冷。外面肯定有蚊子。不怕蚊子。严姐查寝呢？不怕严姐。王海鲜。哎呀。今晚的月亮真圆啊。王海鲜，我想跟你说，我真的很珍惜现在这个职业，我现阶段只想好好把眼下的工作做好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懂。那就好。你刚说什么来着？啊！快看，流星！快看，那是飞机。哦，是吗？啊。基本的动作呢，我们已经练习了几天了。为了更好的训练我们的客舱服务内容，今天我为大家准备了一场特殊的实训，这也是我们公司第一次外聘演员来充当我们的乘客。大家准备好迎接乘客吧。还有演员，这么刺激！我怎么突然有点紧张？紧张啥呀？玩真的还不开心啊？就你贪玩，这研磨能有什么好点子？玩的肯定是咱们，我告诉你。行了，赶紧准备吧。挺帅的哦。走走走走走走。来呀来呀，走快点啦！来，快点快点哦，给我走快点啊！啊，停啦！就这儿，跟大家说一下啊，今天你们都给我打起精神来，这次机会啊特别重要。你看叫副导，副导，副导，我给你没了。不是副导，这不是现场拍摄吗？咋没看着摄影机啥的呢？就你话多是不是？哎哥，咱们今天不是来拍戏的吗？这就是演戏啊，这也是拍摄啊。来啊，
跟大家说一下啊，我听说张导马上开个新戏，需要一个配角。我今天就用 DV 给大家全程录下来。你们今天演的是乘客，乘客啊！只要你们表演的足够好，其中一个配角就是你们的。陈导，如果我多张机票，你不会同我走？大导叫我小虎就行。我跟你说，我戏贼好，你找别人你演不了我这个感觉的。我跟你哇！何导，准备的怎么样了？啊，袁经理啊，马上就好哦，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的。好的好的，辛苦了啊。您有什么特别要求吗？啊，没有没有，就让他们好好发挥就行。好啊，发挥啊，好好好，那你们准备啊。好，听到了，表现好点哦。来，代表集合，去。去啊，去。哥，又给你好好去去去去。的面前，我们都一样，不同的出身，一样的信仰，遗憾会心酸，憧憬就向往，不需要。